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们从这双眼睛开始。思考、经历、淡定、希望，您从中还可以看出什么呢？大美无言，我们随着镜头走一走，是时候静足与画家对话，捕捉瞬间灵感，无声胜有声。你在深夜梦境里星宿，仍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打，为何只剩人幻如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歌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满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看了这么久，看到什么了？善良的眼神，无论人物还是动物，眼眸中都闪烁着深情与希望。这里倒是三朋好友相逢小聚的好地方。